啊，下来大家看一看，那顺便要吃的，把它吃一吃这样。我们把它分分吃，我一个人没法吃那么多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防疫不分你我，阿中部长辛苦了。他们是希望可以表达这个指挥中心，尤其是这个阿中部长率领的防疫团队的辛劳。我想请问一下，部长，你有知道吗？那感觉如何？谢谢。让我看到那张高，张高做得很漂亮，不过他因为做了我一个头，我还不太敢吃了。哎呀，他想做那个头也要吃哈，哎，有点怕怕的哈，来放在上面。不过做得很漂亮，做得很漂亮，非常谢谢。那今天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。不过我们在今晚结束，大家有问到那蛋糕的事情哦，我想就是等一下我把那蛋糕拿啊下来，大家看一看，那顺便要吃的把它吃一吃这样。我们把它分分吃，我一个人没法吃那么多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做得很漂亮了哈，那做得蛮好。那这个蛋糕上面的口罩呢，都是用我们学生啊，就是手工去做的一个口罩造型。那最后我们再把它贴在表面上面。那主要用意就是让大家知道说，现在就是防疫要非常的注意一些小细节，然后我们把标语都写在上面，让大家可以知道说现在大家要非常的谨慎。